杨梅。宜川，妈妈给你做果冻啊。我们把那个菠萝切一下。嗯。是妈妈切还是川川切？还是我来。你来吧，拿。这个是你的最爱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。但是要小心手吧。好，你切一个，切哪个？这个。嗯，好。怎么切？竖着切，竖着好好的。哎，对，一片一片的切。好了，好了。然后你又把它放倒，你又把它放倒掉，然后这样它就不会动了。哎，对。把它切成那种小小的，小心手干，慢慢的干。哎，太棒了！我要把它切成正方形。嗯，好。你到这个姿势都站在你这边，要是等一下，在你这里。嗯，对。小心慢慢的，哎，对。轻点嘛，等一下。割到手的，那放过去碗吗？你切好了吗？正正的切，头抬起来，正正的，你看。我来，你等一下嘛，你站过去点。好，然后准备开始煮，煮水啦。加五十遍的水，哎，高一套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我来吧，还是我来吧。刮凉粉哈。一边搅一边倒，你不用你，我倒进来。不要搅那么快，轻轻的搅就行了。搅，取样头这一下来就行。好，准备起锅了，把火闭了吧。我们倒进来，然后量一小块，你来放那个水果啊，这样放，一点一点，不要一把一把的放嘛。你不要放，杨梅呢？放两个。嗯，好，好，可以了。黎川，可以啦，你的果冻。切果冻。你看看是啥？提起来了。哎，我要把它翻过来，你拿起一下，刀子递给我一下。搬不过来，这上面这里这还有点粘，还有几针，还是变，哎，哎呀，天哪！好，出发。那么大一颗，好不好吃啊？没一口都吃到吧？你谁让你挖那么大一颗呀？好吃吗？嗯。把它切断了。别抢！再见。